袁警进入房间搜查，一个一个翻阅里头一袋一叠叠现金，这全部都是所谓的地下黑金，全是一名台小拿来进行地下汇兑，而黑帮老大也该卡。现在最常看见的假绑票诈欺，车手得手的款项到底流去哪？警方掌握线索，新北市新庄这间不起眼的艺品店竟是地下洗钱中心。位在豪宅下面，门口还有许多的监视器。这间古董艺品店呢，其实一般都不知道它到底在做什么。原来呢，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，用古董的生意来做一遮掩，来进行金流交易。门口都是监视器，这间艺品店来的客人都是名牌跑车。原来这间老板开设高级古董艺品店来遮掩，实际成立赌博网站，甚至诈欺水房。五个月内通汇金流高达3亿元，甚至里头也是个赃款中心。另一名台商则利用生意往来，在两岸间偷偷进行地下汇兑，赚取佣金一年多，长期通汇1亿多。出入该古董艺品店分子非常复杂，而且都是驾驶名车，不法犯罪组织一般都是利用地下汇兑来洗钱，那赚取诈欺赌博网站，就是博弈赃款以及地下汇兑等不法利益。地下汇兑金流来回两岸，其实一次业者只会收取15%的手续费，铤而走险不走正常管道。除了部分公司想减少账面资金避税之外，还有处理见不得光的钱，有风险但也有赚头。这回挂羊头卖狗肉，地下汇兑中心隐身豪宅内，警方还要追查是否还有更多不法情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